咁我哋而家嚟到呢个 YoYo Young Studio 啦。诶、哎，咁啊，请到啊主理人阿 YoYo， 系 YoYo 冇错。咁可以我哋就介绍一下先阿 YoYo。咁我见你而家有一个新嘅 character 喎，咁呢个系一个咩新角色嚟？其实呢一个角色系我喺大学嘅时候就创造咗呢个角色。咁其实就我有一个括尔湖嘅公仔，跟住我就可能。我自己經常會幻想一啲毛絨公仔，佢會變成生物咁樣陪伴住我。咁我就創造咗呢本，就畫咗呢一本繪本，係我畢業嘅。哇！原來書嚟嘅，係咯，原來畫嚟嘅。上次有一本嘅咯，係咪啊？就係喺新聞 show 第一次都有 po 出嚟嘅。咁就係個女仔去博物館，跟住就好正常咁樣去睇呢啲標本啦，跟住到後面就喺嗰度，因為倫敦嘅呢個自然歷史博物館係可以瞓一晚嘅。咁佢以前讀書就成日喺嗰度瞓啊？冇啊冇啊冇啊，瞓唔起。跟住就係咯，咁佢嘅夜晚就啲動物就復標本就復活咗。咁雖然大家話有啲似嗰個電影啦，但係其實又唔係一回事嘅。是啊，咁其實你會發現咧，會有佢嗰個公仔嘅影子喺一啲畫入邊。到後尾咧，就佢就俾一隻巨型標本捉住咗，但係佢個公仔復活咗。哦。就從嗰個蝴蝶結可以睇得出係佢嗰隻公仔，後尾就救咗佢翻去。咁佢係咪一隻狐狸嚟㗎？係一隻沙漠狐狸。沙漠。即係其實第一隻、第二隻都係狐狸嚟嘅。边一只？呢只系咪啊？就系同一只，但系呢个系我旧年嘅时候画嘅呢个绘本，所以依家个风格已经有少少唔同。尖面少少个，呢个个样啊，系啦，呢个可爱啲，萌啲系咪？而家好兴叫萌，系啊，萌萌系啊。咦，咁我见你手上面已经揸住咗一只咯。呢个系我亲手雕跟住做嘅一个软胶。哦，佢都系软胶嚟啊！哦，哇，睇落去唔似。可以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即系开模咯要。系啊，已经开咗你分件。好大投资咯。咁佢个脚啊都系可以喐嘅，可以坐，可以尾巴都可以喐。咦，咁襟玩好多喎！襟玩好多嗬。即系。咁今次就 BTS 赶唔切咯，咁之后 TTF 应该会有个比较多嘅数量俾大家去买。哦，咁今次系限量几多啊？我只有三隻啫，自己有三隻，即系啤咗出嚟，但系未上到色，於是就用住手游 version 先應付一下啲 fans。應付唔可以講應付，滿足係滿足啲 fans， 係啊，啲 fans 太過渴求啦。其實我見尋日都你係唔知抽選定係咩咧，好多人圍喺度，係咪要抽呢只？應該得三隻。因為為咗公平起見，咁全部都係抽的。就唔係先到先得啦，就抽。OK OK。希望大家都有機會。有冇人喊住走啊？有冇人喊住走啊？佢哋都好期待，即系话下一次去再抽嘅。咁除咗呢个软胶公仔之外，我见你好似出面 display 仲有其他产品咁样。系，去睇下。哦。咦？咁呢度啦，呢度咯。這個就是五隻比較小隻的小雕塑，就是我根據這一本繪本，跟住就去將入面的角色雕了出來。這一隻就是紅狐狸，就是在這本書裡面做一個奸角的。我都好像，我都正想問是不是奸的這個。那他就是他半夜叫醒個女仔，即是女主角啦。那個時候他的樣子就比較清純嘅，咁好似好可愛咁樣，書背面就係佢個樣啦。跟住就右邊嗰隻就比較享受，就同嗰個女仔一起享受復活咗之後嘅博物館嗰個氛圍。咁到後尾就佢將佢女仔引去比較危險嘅地帶，就出現咗呢個表情。哦，即係一直都喺度扮嘅。係啊係啊，咁到後尾呢個先係佢真嘅表情。呢個係咪你內心嗰個想法嚟啊？其實？即系我平时就好好，跟住其实内心就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系咁，呢一个就系嗰个佢嗰个公仔啦，公仔样啦。但系呢个咧就比较特别，就系佢我想象佢比较细个嘅时候，即系其实佢喺公仔嘅时候有一个平衡世界，佢都系一个 B B 形态嘅嗰个 Kenneth。
系啊。咁佢会长大嘅咩？佢唔系公标本复活嗰啲嚟嘅。佢系公仔复活咗、啊，但系佢会长大，即系佢未复活嘅时候，其实佢就系个 B B 喺另外一个世界，平行世界。喺嗰张画可以睇得出嚟。咁呢啲都系一啲软胶嘅产品嚟噶。其实呢个大嗰个都系 B B 哦。呢个系公仔。公仔形态。系。睇只眼就睇得出。就是那些啤啤熊那些扣眼，未有生命的，是是。那邊都還有少少產品，那這些是不是都是軟膠產品來的？這個是咯，就是坐著的樣子，就是這個來的，跟著站著，又說只三隻為什麼還有的？是不是留給我們？我是那人真的痛恨我們啊。我分開三隻，三日。哦，即係依家係第三日㗎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好開心影到。影到係咯。賣咗就冇啦。係啊，賣咗冇得攞嚟訪問啦。跟住呢個係三 off， 就係我用呢個本身呢個實心樹枝去油嘅三 off， 咁佢就演變咗，即係上次 summer show 係呢只銅色嘅呢款啦。但係三 off 呢一隻咧，就係佢過渡中，佢從銅嘅呢個形態復活成呢個原本顏色嘅形態嘅一個過程，我用呢個三 off 去表現佢，所以其實從背面睇佢都係一個啡色嘅漸變上嚟，從下面睇都可以睇得到。咦，你對呢個色彩使用都非常之有研究喎！你自己油噶嘛係咪？係啊！哇，係成本書都係你畫噶嘛？係啊！哇，係真係呢啲就～好才華嘅，冇錯冇錯。咁你遊一隻通常係大概遊幾耐到咧？咁樣遊幾耐啊？有點講咧？睇下自己嗰個 focus 咯。哦，即係睇嗰個心情啦。係啊，咁如果即係話快或者有感覺，可能就一兩日都可以做完。哦，一隻啦。一隻就都要玩一兩日喎，大家真係呢啲就呢啲就嗰啲叫咩啊？即是藝術品，睇靈感啦，睇靈感啦，真係要有時開筆，有時好快就完成，有時就諗都諗唔到，就不如睇場戲先咁樣係嘛？係啊，咁如果唔想做嘅時候，又覺得即係話呢樣嘢唔會好咯，都要睇情況。好，明白，唔該曬你。好啦。咁我哋訪問都差唔多啦，咁啊唔該曬你啊 ，thank you。